王子为什么喜欢灰姑娘？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不过，我们好像不在同一本书里。只不过呢，有一个姑娘，她每天都过来。按一下。那个在电梯里为了外卖员跟女客户打架的你，就和你那时挺身而出，为我赶走那些同学是一样的。温柔。我们重新开始好吗？只要你以后再也不要骗我，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我都可以当做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切就当没发生过。之前的三八节礼物，万丽和普利莫达的鞋子，客户们都已经收到了。据大部分人反馈，都说普利莫达的鞋子比万丽的好，所以老板，当初您的决定是对。当初大家一致认为，普利莫达是一个新品牌，而万丽的资历更适合群觅，但现在事实证明，背景并不重要，这也证明了寻觅现有的交友匹配制度是有问题的。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宣布取消寻觅现有的匹配制度。我们要打通客户之间的壁垒，无论是哪个类别的会员，都要用最纯粹的方式来解读爱情。哎，老板，如果取消了现在的匹配制度，那我们接下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客户匹配呢？一个人的性格和三观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我有一个初步构想，找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恋爱问题，用问卷的形式划分客户类别，把做出同意选择的客户划分到相同的区域。也就是说，我们的客户不再分为 A 级、B 级和 C 级，而是分为 A 型、B 型和 C 型。这个好，我同意。那好，这件事情就交给策划部和技术部来配合执行。策划部负责整体方案，技术部来配合执行。一周之内，给我一个可操作的程序。我们柔柔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怎么了？你看她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事业多辛苦啊，现在总算做出点成绩了。看哟，大家都在夸温柔的鞋子好呢。是啊，不过他们也太夸张了，说什么她的鞋比万丽的还好。怎么可能嘛，她才是刚刚创立自己的牌子，怎么跟万丽比嘛，是吧？哎呀，不过看到这么多人夸她呀，我也就知足了。怎么说呀，这丫头还有点能力。啊，老温，饭马上就好了啊。好。爸，新一季的。听说温柔的鞋子反响不错。嗯。万丽成立这么多年，
还头一回被别的品牌比下去，而且还是个毫不知名的品牌。针对这一次的问题，我已经去做了市场调研，很快就能拿到消费者的反馈。当年你妈妈生产出第一双爆款鞋，市场认可她的才华，用她的名字命名万丽，这也是公司立身的基础。万丽是靠设计起家的，欣欣，你要记住，万丽是行业内第一，也只能是第一。你是我的女儿，你继承了你妈妈的设计天赋，也继承了我的管理天赋。我赌你会比任何人都强，所以处处为你铺路。你站到了同龄人无法企及的位置，肩上必然担负的重任。我希望你不要让爸爸失望。我知道了。爸爸，这就是新开发出来的程序内容。嗯，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在选择问题上面更加注重内在本质，同时筛选了几个比较典型的婚恋问题，比如选择一个我爱的人还是爱我的人，爱情当中需不需要演技，恋爱时应不应该在公共场合秀恩爱。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选择进行分类，将客户划分为红、蓝、黄、白四个区域，这样可以更快速、更准确地找到灵魂契合对象。不错，那现在进展到什么阶段了？准备分发邀请码进行内测。那再给我准备个小程序，我想加几个问题。好。Hello， 宝宝们，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Polymoda 的预售新款，看红舞鞋。那其实我刚刚试穿的几套衣服呢，都跟这个红舞鞋非常非常的搭，它不论是正式的场合也好，休闲的场合也好，都是非常容易去搭配的。看一下这个细节的部分。干嘛呢？宝宝们，我老公回来了，那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下次再跟大家见哦。干嘛害羞啦？怎么可能害羞？我什么场面没见过？嗯，你还有很多场面没见过呢。等等，先办正事。公司新的匹配程序做出来了，正在内测，我发到你手机上了，试试看。匹配制度为什么要设置这么私密的问题？老婆，你放心吧，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专属于你的，为你私人定制。测完了，老婆，你看到烟花了吗？看到了，理工男的浪漫。那你是什么型的？你先说。我是红色的 A 象限。好巧啊，我也是。这个测试如果匹配程度在80%以上，那就会在同一个象限。咱们俩都是红色的 A 象限，那就证明我们非常合适。咱们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当然，你这么优秀，我跟你肯定在同一个象限。妈，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这些年啊，妈妈忽略你了，现在是想忽略都忽略不掉了吧？臭丫头，你是不是觉得你结婚了我才这么跟你说啊？不然呢？妈，如果你不希望我看清你，那你就别看清你自己。这些年你在温家受了多少委屈，值得吗？当初咱们孤儿寡母，我也是为了你好好成长
你要理解妈妈啊。真要是为了我，你就不会把我送到寄宿学校。我知道你一直对这个事儿耿耿于怀的，觉得我偏心冤枉你了，对不对啊？既然这是你的心结，咱们今天就把心结打开。妈妈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泼水了没有？我，你现在说没有，我绝对相信你。我马上让他给你道歉。就是我泼的。到底是结婚了，懂事了，长大了。就算以前不是，现在肯定是我泼的。走喽。好不好看？喜不喜欢啊？不喜欢，而且我自己也可以买。呦呦呦，还不喜欢？你自己买的跟妈妈送的能一样吗？起来，背着展示一下，我看看。不愧是我女儿啊，真好看，是不是挺好看的？我一看就特舍。欣欣回来了，正好妮姐也在呢。你们聊。这个包挺好看的。不送给我的吗？回来了，老公，你在哪儿呢？老婆，老婆，嗯，你有没有看到我那条灰色的领带？不是在衣帽间吗？啊？你能帮我找一找吗？我找不着了。哦，好。老婆，你看一下那个柜子。早上我帮你关闹钟的时候看到了你的手机屏保，一瞬间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以后你要有什么愿望一定要大声说出来，不然谁帮你实现？但你也不用三个颜色都买吧。红色给我的初恋，黄色给我的白月光，蓝色给我的老婆，这三个人都是你。谢谢老公，但这白月光我觉得挺难搭的，要不咱们退了吧？一定能找到最完美的搭配方式的，就像我们俩一样。嗯，就像我们俩。但其实老公，我自己买也可以的。你买的跟我送你的能一样吗？你自己买的跟妈妈送的能一样吗？所以现在的匹配方式主要以三观来划分客户的类型。啊，干得不错，我都看到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呀，这火你烧得挺旺。我主要是希望我能让寻觅更上一层楼。野心不小，但过程会很艰难。不管你如何改变寻觅，我都会支持你的。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不要妄想一次就能达到你的目的。企业的发展是有一个长久的过程，说白了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你以为之前的制度有弊端，那你敢100%的保证现在的制度就没有问题吗？
我跟你妈妈以前呢，经常为一些小事吵架。那你觉得我们的感情不好吗？爱情啊，是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琢磨呀。你干嘛呢？哼，我在进入角色。我高冷吗？什么角色？温馨。哼，看来很成功。受什么刺激了吧你？妈，善良给我刺激了。他那天一口气把这三个包全给我买下来了，说一个送初恋，一个送白月光，一个送老婆。天哪！这年头呀，能天天围着你转，还喜欢你的肉体，还能送你包包的，只有蚊子。像善良这种人畜无害的三好男人啊，打着灯笼都难找了。所以我良心不安。你还有良心呢？我就觉得吧，善良把当代那件事情看得太重要了。我要先敌人于未发之际，战敌人于未动之时。什么意思啊？提前预防，及时扼杀。我打算站在温馨的视角上再做一遍那个问卷，看一下他的结果会不会跟善良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那就代表他们两个就算相识了也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但是如果一样，如果再一个相信，那你就毫无竞争力，孤独终老。看看啊，要是温馨他会怎么答呢？一个看似高雅的温州上档次，实则冷冰冰、毫无人情味又不接地气、心机颇深的双面人，他肯定会选他爱的人。我跟我妈进了门之后呀，她处处为难我。小的时候，同学们都说我们两个是亲姐妹，说我犀利凶巴巴，说她性格好相处，然后说我们两个特别不像。当然，谁跟她像呀？只有我知道，她那都是装的。所以他不仅在爱情面前需要演技，他处处都需要演技。这是个刚才虚伪爱装爱演，这个人设怎么这么耳熟？感觉从哪儿听？哼，他为人处处张扬，事事都要分享，这题有闭眼都能答出。打完了。点啊！我心太炸了。一样。我去，这两个人果然很般配。呸！你放心，他们俩都不认识你啊，就从源头上杜绝一切，不让他们俩见面就没事了。好的，首先呢，非常荣幸能够有请到咱们寻觅的总裁单总以及万丽设计总监温小姐来到我们的慈善酒会。接下来，掌声有请寻觅总裁单总上台致辞。各位晚上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们的慈善晚宴。照片了。
我去参加慈善酒会了。善良，果然经典的童话故事。这王子娶灰姑娘都得经过灰姑娘她姐姐一道关。怎么办？圈地啊，不是秀恩爱啊。哎呀，善良他不喜欢秀恩爱，他连朋友圈都不发。你说我这一个人秀来秀去的，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爱在行动点滴，不在表面。善良多务实。我再这么务实下去，就要出局了。我刚给你发了很多情侣头像，挑一张，必须要换。老婆，知道了。这语气像是命令，掌控欲好强啊！不许私下议论温柔，你们不懂，这是温柔对我的爱，这就是两个 A 在一起的快乐。好高的卡路里，但老公的心意怎么可以拒绝？老公好贴心，连我脸上有饭都要亲手擦掉。老公好粘人啊，每天早上都要抱抱。老公，你喂我一口。嗯，小一点。嗯。啊。啊。好，来。抱。啊。嗯，好吃。老公，假装这是你不小心弄的，然后你帮我擦一下。等一下。结果单先生直接开游艇带我来海钓，美其名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其实就是想让我吃到最新鲜的。老公，你没事吧？没事，你继续。那你就保持刚刚的动作，我们再来一次啊。那次不好一点，再来一次。好了，再换一个。哇，你又给我买早餐了？对呀、啊。你真好。你等一下。好了，吃吧。一大早上不见单先生人，原来
是又出门排队去给我们最喜欢吃的面包了。不好意思，发错了。老婆，你最近怎么总是喜欢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我这是在分享我们的日常生活呀。可是分享跟秀是两回事儿，分享是因为真的恩爱，秀就是炫耀。你到底是秀还是真的恩爱？当然是恩爱啊。可是明明是你给我买的面包，你非说成是我给你买。你对我好跟我对你好不都一样吗？总觉得你说的那个山先生就不是我。当然是你了，小老公，多吃一点啊。老公，怎么了？怎么才回来啊？我把戒指弄丢了。啊？丢到哪儿了？老公，你找到了吗？还没。你确定是在这附近吗？我确定。丢的是这个，老公你好厉害啊！找到了就好。老板，你真是太棒了，不怕脏不怕累，霸道总裁实力宠姬，为爱跪地捞戒呀！啊，这个呀，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这个就是当时公园的监控画面，也不知道是谁发到网上，然后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当然，我们也在背后小小的推波助澜了一下。老板，你跟温柔小姐好甜啊！而且现在我们寻觅的热度也提高了。我觉得我们寻觅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提升热度。有热度，顾客喜欢，顾客至上嘛，对不对，老板？现在人都喜欢这种吗？喜欢啊！这是什么？是一个大写的甜字。依我看，咱们就应该乘胜追击，举办一个活动，让在寻觅配对成功的客户也可以在网上晒出自己恩爱的日常啊。嗯，这个主意好。我个人不太感冒，但只要对寻觅好，我不反对。那好吧。照这个预售增长的速度，我们还得让工厂再追加一批订单吧？不，加两批。两批能卖完吗？相信了。也是，只要温馨一天不回复你，你还是那可以发光发热的善太太。群发消息，多有打扰，请见谅。你这样锲而不舍的发给温馨看，你就不怕真有一天刺激到他了？拆穿你冒充小白鞋的事儿，当年是他撒谎，他才不敢提，心虚着呢。还天天发恩爱朋友圈，你就不怕别人拉黑你？这些 vlog 只对温馨可见。我觉得你过度担心了，人就是在慈善晚会上见过一面而已，我觉得没什么。我这叫未雨绸缪，我就是要告诉他我和善良有多恩爱，好让他知难而退。发人那么多人，一个字儿都没回你，总有一天沉不住气的。他们就是不想搭理你。
你没事吧？你被怼了还这么得意啊？无论他给我发了什么，在他发送消息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输了，因为我秀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呀，并且他对我非常的在意，他现在已经很不爽。Game over。星星啊，过两天的晚宴你就穿这个裙子吧。我不去了，你要是想去的话，你和我爸去吧。爸爸，我们陆续收到了一些内测的反馈，反映出了一些问题，技术部门呢还需要做些调整。爸爸，你们觉得这张照片看起来恩爱吗？恩爱啊！如果这张照片是我被泼了十几盆水才拍出来的，你也觉得恩爱吗？为了记录你和温柔小姐的美好瞬间，被泼了那么多盆水还毫无怨言，这多恩爱啊！回家之后我就感冒了，你也觉得恩爱吗？你感冒了，温柔小姐彻夜照顾你，给这张照片赋予了不同意义，这更恩爱了呀。可是我不想要这样的恩爱，我们寻觅是帮客户找到真正的爱情，而不是这种假的。假的？老板，那您对温柔小姐的爱？我对温柔小姐的爱当然是真的，但是她费尽心思做这么多，给人营造出来一种十分恩爱的假象，我不能接受。老板，我知道了，你可以接受温柔小姐骗你，但是你不可以接受温柔小姐骗别人。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她只骗你，这样就显出了你的特殊性啊。我不想转正了，对不起。爸爸，我觉得你想多了，在秀恩爱这件事情上面夸张那么一点点没什么。单总，我觉得您需要看一下这个，这是咱们寻觅员工去调查监控视频泄露事件时无意中发现的，这就是您找到戒指之前的事情。老公，我回来了。老公，我不会再……我不会再让你配合我秀恩爱。这段时间让你配合我秀恩爱的司机，你感冒了，肌肉也拉伤了，还跪在草坪上那么久帮我找戒指，得娶你了，对不起。其实辛不辛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秀恩爱的重点根本就 不在恩爱，只在秀。这个就是……没错，这就是我精心设计的秀恩爱环节。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想全世界都知道你对我的好，但我没有想到我们一步步滑出了正轨，变成为了秀而秀，所以我才演了这一出。你能及时……好在我及时醒悟，我深刻反思了一下自己，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良心不安，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收手，我再也不秀恩爱。老公，你怎么了？没事，我就是觉得有点堵了。你现在好些了吗？你们单总最近捡戒指这个视频很火呀。确实很火，但你绝对想不到那个戒指是温柔故意扔的。没想到这个人还很有包装头脑吗？有头脑是其次，有人配合才是重点。我们单总为了找那个戒指啊，在草坪上趴了好几个小时呢。嗯，真棒。我们老板一向对温柔啊是有求必应，又细心又有耐心。哎，老公，我听说啊，他们家有一整墙的包都是单总送给温柔的。一整面墙？对呀、啊、这还真是我们社拍需要的合作伙伴啊。怎么，你要找他做推广啊？
还有更合适的吗？温柔和你们单总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可以满足现在所有年轻女孩对浪漫爱情的幻想，而我们的受众群体就是这些年轻女孩。我现在就打电话约见一下。老婆，毕竟你们认识，到时候帮忙说一说，一定要促成这件事情啊。知道了。这位是奢拍宣传部总监莫依晨，也是我的老公。原来您就是静姐的老公啊，真巧。我听依晨说起这个推广合作，觉得很适合你，就跟他推荐你了。是这样，听我们家邹静说呀，单先生跟单太太非常的恩爱，无论您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单先生都会满足您，而且还送了您非常多的礼物啊。善良的确是很疼我了。一整面墙啊，我相信这种疼爱对每个女孩来讲都是不可拒绝的感官刺激，非常好的素材。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这次的宣传主题叫单太太的一天，采用直播形式，主要展现的是您的日常生活，然后再介绍奢侈品的一些环节呢植入我们的 APP。 那这个是要在家里拍啊，这会不会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不太好吧？这个问题呢，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对接好所有的隐私问题。其实我一天呢也是挺丰富的，我不仅仅是在家里，我还去什么高尔夫球场啊、美容院啊这些地方。您看，在您家里拍摄，不只能够体现您跟单先生之间温馨幸福的生活，同时呢，还能完美的展现我们品牌的主题。只是我担心，如果你是担心老板的态度，最近他要去外地出差，可以选在那天拍摄。我确实是担心善良，因为我已经答应他不再对外秀恩爱了。温柔小姐最近创立了一个时尚品牌，叫 Polimoda。Polimoda。Polimoda。我相信这次如果我们合作顺利的话，您的品牌可以入驻奢牌。我相信温柔小姐也希望自己的品牌能够出现在这个排行榜上吧。我签了。合作愉快。老公，我就是怕你丢三落四，所以我都提前帮你收拾好了。谢谢老婆。来。老婆，我发现最近你的变化特别大，你都不怎么秀恩爱了。我不是答应过你吗？我要做最真实的自己。老公，你要早去早回哦。没有你我不习惯。要不然我不去了。那倒也不必，工作嘛还是比较重要。而且如果你因为我耽误你的工作，你良心不安。那我走了。我来了。没事。拜拜。嗯。做对交锋的对决上赢加倍，双重滋味感知如意的体会。我来的好快啊，因为我们的客户已经迫不及待了。单太太，来跟我们的社拍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已经开始了。社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观我们家，来吧。感谢单太太能接受我们邀请，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单太太和单先生的平常生活的地方吧。那这套房子呢离单先生的公司特别远，但是却离我的工作室特别近。单先生他执意要住在这，虽然说每天要花一个小时的车程去他公司，却坚持要每天1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公司。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的装修风格和家具，其实都是按照我的喜好来弄的，但实际操作就是单先生在管。他总说我可以提非常多的要求，但却不用为这些要求而费心。看来您的先生真的是非常宠您啊。哎呀，还好啦。
单太太，直播间的粉丝们非常热情，大家都在说想看您的衣帽间。没有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衣帽间呢跟主播室连在一起，来吧。哎呦，我忘记关灯了。这是单先生给我装的，他知道我喜欢看星星，就说要把整片星空送给我，他就为了装这里费了整整一天呢，但他却说只要我高兴，他就觉得一切都值得。都觉得挺幼稚的，不过他说男人只有在最爱的女人面前才会幼稚。来，那这里大部分的鞋子都是来自我的品牌 Polymoda。 其实这双婚鞋当时呢我不小心把这个跟给弄断了，我本来就打算说不要了，不过单先生他亲自把这个鞋跟给粘起来，他说这是我亲自设计的婚鞋，对我们来说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还说就是这双鞋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他有时候吧就是很孩子气。老板，我们提前一天回来就是为了给温柔小姐一个惊喜吗？工作要有效率，明天办完了肯定是要分两天啊。你怎么这么快？明明就是着急回家见见温柔小姐。在我24岁生日的那天，单先生不仅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还送了我一个他亲手缝制的钱包，还有我曾经跟他提到过的儿时想要的洋娃娃。我最后才知道，这些都是他送给我的18岁到24岁的生日礼物。他说很遗憾缺席了我成人以来的生日，但不能让生日礼物缺席。礼物多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没有送1到18岁的。评论区的网友们都十分热情，也有好多疑问，单太太可以跟他们互动一下吗？当然没有问题啦。人设崩了，要翻车了。单先生这个人吧，生性单纯，他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也没有什么浪漫的爱情招数。对他来说，送礼物就是他表达爱的最直接、最纯粹的一个方法。从1岁到18岁的生日礼物，如果不是我拦着他呀，他可能就把整个橱窗都给买下来了。行了，给我吧，拜拜。哎，对，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在哪儿来着？哎，这是什么呀？谢谢。这个是单先生写给我的信，方便给大家读一下吗？网友们都很期待呢。也不是不行，但是不太好意思呗。没关系，可惜你先生今天不在家，如果由他亲自来读就好了。是呀，就可惜他外地出差去了。老婆，那就我来读吧。亲爱的，明天就是我们婚礼的日子，真不敢想象我居然真的娶到你。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童话般的婚礼，愿你永远像这些童话里的公主一般单纯美好。最爱你的单先生。亲爱的，生日快乐，虽然你抱怨自己又老了一岁，但在我的心里你永远保持着18岁的美丽外表和独特灵魂。去伺候看看，我给你准备了生日惊喜，总喜欢准备一些惊喜给我。此刻与你邂逅，会
走，拉扯进爱的漩涡，梦一样掠过，任时光不停定格你的轮廓。我们彼此相伴，世事变幻，走过那些阑珊角落，而这银河漫漫灯火，装扮总无畏被消磨，练习纷扰不安，嘲笑难堪，迷途违反所有执着，总有拥抱化作港湾，你和我。却徒留痕。